非战略核武器常被称作战术核武器，那么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核武器呢？相关情况来看军事专家杜文龙的分析解读。非战略核武器呢是一种特殊的核武器，如果它从主要战术指标去分析，第一它射程比较近，第二呢当量比较低。而这目前俄罗斯包括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战术核弹一般是在战术范围内，就像几百公里，当量呢一般是1000吨到10万吨，所以它的爆炸威力跟现在动不动上百万吨几十万吨的战略核弹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量小是它最核心最重要的两个特征。